我们马华今天发动全国的100万的马华党员，加上我们有3000多个支会，191个区会，每一间会所从支会到区会，跟我们党员的办公室，应该要全力协助，来可以说。寻找这个失踪的 William Yao， 我们认为我们每一个马来西亚的人民有这个责任来协助这个不幸的小孩子。主要就是我们之后要告诉人家呢，除了要照顾我们的孩子好好，就是不很容易说孩子失踪了找不到，因为如果每一个人加油，我相信都找得到了。